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知识而丰富，嗓音带来炫酷，光一个背影往那一杵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在我吐槽烂片的岁月里，我曾经跨过了山河大海，也穿过了人山人海。我曾经吐槽逐梦演艺圈，转眼还有相思鸟之恋。我被猪八戒传说雷到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这一部，终于发现它才是烂片的终极答案。那么今天我就带大伙儿开开眼，看看这部可能是豆瓣史上真正的最低分的企业级烂片《女娲日记》。在说这部神奇的电影之前，咱们先来看张海报啊。你就瞅金刚狼那大，也不好意思放错了，这张才是呢。来，咱们对比着看一下。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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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样？你就说这个海报气不气人？相似度不说有100%，也得有100%好几百了吧？更气人的是啥呢？你模仿着人家整了张海报，行，算你是致敬了。那为啥底下那坨火星子的纹路都和人家一样呢？咱就说那老母鸡那生活那么规律，它都下不出两个完全一样的蛋，你这夸夸的大爆炸就能一样一样的？还有上边那条胳膊，你倒是把腱子肉那条青筋给劈一下子呀？咋的呀？恐怕别人看不出来这是鹰眼的胳膊呗？还有那个奇异博士，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看你领那几个怪物。咱们看回电影啊，话说这个电影一开始就看好几个老爷们在一个破破扯烂的厂房里边一顿撩啊，又是上窜又是下跳的，但是明显抓他们这个老娘们跑得更快。为啥呢？你瞅他这个跑步的姿势啊，他会忍术啊。你再瞅瞅他这个装扮，低胸浓眉大纹身，皮衣皮裤啃耳奔，这一看就不是啥正经人啊。可也是，你这片名不就叫女娲日记吗？正经人谁写日记？他把这个小伙一顿收拾之后，这段就过去了。接着就开始七七八八的交代剧情设定。总结起来呢，就是有两伙人，一伙好一伙坏。好的里边有个女孩，有挺能的力量，坏的就想抢，然后又说了一堆什么这族那族，这个能力那能力的，那家伙说的老严肃了。你给我提什么严肃？你严肃吗？但是他作为一部豆瓣2.0的企业级烂片，说这些臭氧层子显然是没有啥用的。这就好比是用土路咖子刮大白，越刮越埋的。行了，捣鼓了半天了，正片终于开始了。话说这个叫果儿的小女孩，从小就失去了双亲，她妈的好朋友安娜收养了她。果儿左手有超能力，摸人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安娜一看这不行啊，这不全给剧透了吗？就给她买了一个皮手套，黑黑厚厚，她从小戴到大。今天呢，正好是果儿的成年礼，她想出去嗨一下子，安娜就说啥都不让，给果儿气的是捂了好疯。咔咔就往日记本上一顿写呀，所以说这就是女娲日记呗。哎呀，果儿啊，你人纯不纯情我是不知道，但是你这个名起的是一点也不纯情啊。我估摸着是你阿姨怕你出去追星啊。但咱说呢，孩子长大了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握不住的沙，水和沙混合就成了女娲啊。反正吧，最后她还是跑出去了，跟她的好闺蜜出去玩去了。她闺蜜也不知道是搁哪儿学摸了一个破酒吧，看着老荒凉了，没啥人蹦迪不说，你瞅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啊，广场舞大妈都比你们有精神头啊，咋的呀？要考研呢？给音乐一关，你们上自习得了呗。果儿在酒吧呢，还不小心就给手给划出血了。这一划可倒好，只见她闺蜜胸前的那个白布斯的项链就开始颤颤巍巍的闪烁。完了，回头这个闺蜜就去跟反派汇报了。哎呀，你想不到，你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说果儿回家以后呢，安娜对象。一看他手拉个口子，就来个小法术给他给治好了。你就是东方仗柱的弟弟东方智障吧。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果儿又和安娜一顿吵吵。他前脚刚出门，后脚反派就来给安娜给杀了。东方智障一看情况不对，带着果儿就开始撩啊。然后他一边撩还一边说呢：“你呀，你就是女娲的后人呐，只要你一流血，反派就能找到你呀。”看到这儿，我噗呲都笑了。要咋说，你这个豆瓣2.0是一点都不冤呢。就这个设定，你品啊，你细品，是不是有 bug？ 都这些年了，每年12次机会，那反派。咋就都把握不住呢？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编剧的年龄应该是不超过10岁？后来呢，他们几个还是让反派给抓住了，大 boss 又对着他们几个一顿逼逼赖赖。而且导演为了显示这个大 boss 贼拉厉害，还给他贴了一块挺麻人的皮儿，加了个说话不用张嘴的特效。但是比起特效，我更愿意称之为绝活。女娲实力才是真正的王者。你再看他旁边那个小喽啰啊，又是挠子又是亮子的，那真是经费在燃烧啊。这一套武装下来，就算在2元店采购，那总共也得10来块钱的吧。那你要是在小学门口买，再碰上个会扯犊子的老板，那指不定还得多坑你好几块钱呢。后边的剧情呢，就是果儿他们又逃出来了，完了又搁这个不知道哪个洞穴里边咳一下子，画风反正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又马了什么齐大姑八大姨连桥小舅子的一帮人回去找反派接着磕。那后边的剧情还挺复杂的，但是我感觉真没有必要讲了。反正就是最后果儿急眼了，气得满脸爆皮啊，浑身冒穿堂风啊，开个大给反派干下线了，全片结束。我到最后也是没整明白，那开头呜呜喳喳的一段跑酷有啥用啊？果儿那个看到未来的能力有啥用啊？都不如人家那祖传的开锁绝技，关键时刻还能带大伙逃生呢。这女主让你当的太失败了。总之看完这个片儿，我就感觉吧，豆瓣这个最低
低分二点零的机制还是有失公允，这种片就应该让他负分，要不然同级别的电影怎么分出个胜负？行吧，这期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刘老师，咱们下期见。哦。